青天明鉴洗冤屈。大人，救救我们吧，帮帮我们。哎，向他边仔来抓电话咯。大人，帮我们伸冤。大人。为什么你看不见？现在大人都竟是看不见人民的苦痛。为什么你听不见？现在大人都中听，听不见人民的心声。为什么你看不见？现在大人都无感，你怎能没感觉？为什么你听不见？上一点珠，百姓千滴血，从古至今流不停。国家机器张黑幕，从中黑手暗操纵，司法、税务、行政双手间，步步猎杀，绝对不留情。官官相护，好大喜功的检察官，无中生有，不守程序，朝朝银行追杀令，好像在演长寿剧。官官相护。横征暴敛的国税局，他不查证据，他不求证，张张税单一直不停开。官官相护，行政法院来护航，迟迟驳回又重不来，究竟不会成，愿意非常深。看不见监察院大人，正义在哪里？审判大人，这张开错了。吵什么吵啊，斩编剧。解释整件事情根本就超讽刺，说是贪心自救会断水断电又封管，检察官整个欧北部人民走法院清楚惊照卡，20年的青春隆重了落去，含泪含怨含无名，真相只能看下去。看不见国税局大人，良心在哪里？为什么你难念文字不看真相，赠与不是补习费，不顾人权，冻结财产建筑近万年税单，无限轮回一直开，拿人民薪水打政府官司，一庭接一庭，一手换一手，月球季钱拿来打官司，谁怕谁？人情税、家伙税，自己决议向谁逃？总统大人，人民冤枉啊！总统大人，主持公道。太平门冤案是个简单的事实。就连3岁小孩都看出来，偏偏有些官员他上班不带脑，只想要承包，只想要升官，真假是非，政府傻傻把我少年学者专家看不了去，监察院就正义当放屁，人民冤案无限拖，那些责任根本没人理，浪费人民辛苦的纳税钱，国家机器完全都失灵，祸国殃民，千古罪人，证监会戳破众谎言，公开真相揭黑幕。谁也总会戳破众谎言，公开真相，一起揭黑幕。各位亲爱的好朋友，我刚刚鞠躬不是对总统府鞠躬，我刚刚的鞠躬是对这些热血青年，他们用他们的行动剧来展现出当一个遭受到司法税务双重迫害，暗夜哭泣无人帮忙的时候，人民的困境是如何。最近我们看到小英总统到处下乡，告诉每个人民，对于改革的意见你可以大声一点，请问各位，我们的声音够不够大？够。我们在这边第3年来到了凯道，把人民的心声
报告给总统听，我们也把人民的苦难告诉总统，请他苦民所苦，请他为人民解决问题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什么结果？我们仍然看到这个冤假税案没有解决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我曾经去思考什么叫冤案，冤案是办错的案件，我又去思考什么是假案，假案是错办的案件，错着办，无中生有，先射箭再画靶，是一种政治整肃，是一种人权迫害。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喊出口号反威权？反威权要生存，要生存。因为在我们所热爱的台湾这片土地，不应该是一个背离民主法治、滥权违法这样的地方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刚刚我们看到，不管是一审赵子龙法官或二审审判长温耀仁庭长，针对1219事件这个太极门冤假案，都做出直接非常强烈的呼吁，应该要秉持尊重司法来撤销所有的违法税单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这一件这么简单的事，我曾经听许天才董事长，他是前台南市长，也是立法委员，秉于职责为民发声，他说他对小英总统说，小英总统告诉我们他会谦卑谦卑再谦卑，但是徐董事长告诉小英总统，他看1219事件，他认为一个国家要强盛，经济要发展，要落实转型正义，如果太极门这个冤假案没有办法解决，转型正义是零分，是零分。我们看到台湾现在人才大量的外漂，比北漂更恐怖，大家有看到吗？有。我们的资金33亿流失了11多兆，那都是我们养活这些孩子血汗的资本啊！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站上来？我们爱这片土地，我们爱我们的政府，我们爱我们的国家，谁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强盛？昨天在节目，杜奕轩会计师遇到他的朋友新加坡，跟他讲，我真的不想讲，你们好便宜。左邻右舍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的孩子给人家讲你好便宜，那是什么样的感觉？所以我觉得今天在凯道，我们重新宣告，我们也宣示我们的决心，法税真改革，法税真改革，良心救台湾，良心救台湾，法税黑帮不在台湾铲除，台湾永远没有发展的一天，这是人民在凯道最靠近总统的地方，用生命、用血泪做最强烈的控诉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动脑杂志吴金生发行人讲一个解答，听起来非常适合。1990年，德国二次转型正义，修正国家的错误，他把东德担任过司法人员的法官、检察官全部解聘。为什么要解聘？因为这些叫共犯结构啊，这些牢不可破，任何执政党上来他就绑架你、收买你，他就勒索你啊，这样台湾怎么进步啊？我们今天
有很多人从海外飞回台湾，来自全省各地的好朋友，穿着黄背心，不是就燃料税的问题啦，不是，是最基本的人权保障问题，是最基本的台湾怎么样国富民强的问题。刚刚这出剧斑斑血泪，希望大家不是看戏来的，我们可以体会，我们走的每一步路都在帮台湾变得更好。如果我们不站出来，台湾就只有崩坏沉沦。所以我呼吁吴金生发行人所呼吁的，废掉国税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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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掉重盖，打掉重盖，革新重来，革新重来。吴发行人研究，废掉国税局，一年可以帮台湾省84亿2750万元。大家说好不好？好，财税包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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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好朋友，可能跟我一样，观察的1219事件，用生命刻画22年，每一天，每一分，每一秒。我们人民的眼睛都在看着政府是不是能够依照他的誓言，总统为人民服务，立法院立法委员你们没有为民服务，监察院监察委员你们没有有没有为民服务。这个案件摆在总统府前，羞愧的不是人民，是所有的长官。今天我们在这边也要做最后通牒，平反1219，平反1219，保障赋税人权，保障赋税人权。